咱们家呀也来点竞争机制，中西合璧。老爷子，您这个整个是把现代舞厅改成大茶馆。罪名万死，事已至此，只有冒死一说了。你们都是带兵的将领，你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军心。总兵大人，阿台一向安分，我想此事肯定另有隐情。臣等万死不堪。杀了他就能自安了吗？杀了杨国忠不够，将士们会担心日后遭到贵妃的报复，可能有些不妙，我们必须绕过去。请求左转40度，脱离自动模式。好，现在由我驾驶，请求高度。我满脑子想的呀，就是我老婆给我做的那碗炸酱面。咱们绿林道上讲的是个义字，人家按照咱们的规矩来，无论输赢，道义上都不能亏。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我非常赏识你。今儿个，咱们是头回见面，可一回生两回熟，日子久了，我是谁，是什么人，你慢慢就会清楚。请放心，我们都是懂规矩的人。先生，这位总司令就是您以前收的门生。